查人员认为，来自嫌疑犯的电话是随机拨打给任何电话用户，直到碰上会讲中文的受害者。一旦接通该受害人，疑犯会通过一系列的问题迅速编造出一个适合该受害人的骗局。在众多起案件中，受害者会先收到一个国语录音电话，电话号码看似与中国领事馆有关。如果受害者答复此电话，就会遇上一位自称是政府官员或警方人员的诈骗者，从而展开骗局。诈骗者设法使受害者相信自己牵涉到一宗中国调查的犯罪案件，需要支付一笔金额才能解决问题。在部分案件中，如同我们曾经调查的虚拟绑架案，受害者会被指使隔断与外界联系，躲避加拿大警方。与此同时，诈骗者与受害人在中国的家人联系，令其相信他们的亲人已被挟持，索取赎金以换回安全返家。为此，广大公众了解此案中的骗局是如何，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此案件中的骗局是如何展开的，皇家骑警为此公布一段来自疑犯的国语自动电话录音。广大公众如果收到此类电话录音，请务需持续电话，随即挂断。如有疑问，可直接联系中国领事馆。皇家骑警在此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领事馆的持续协助，尤其在调查案件期间向低陆平原地区华裔社区发出的相关警示和帮助。